是剑炉。 玄冥教，还有你们要的事务。有令，怎么都被活路？起上！不知师兄师姐的冤情已了，这些人应该还拦不住他们。玄冥教素有修名，此番来见我，不知有何同谋。 相告，师兄师姐从官道骑行，此刻应该师父吉凶难料，我还是快点去看看吧。 那边阎君亲自，这可不能放跑了。玄冥教来了这么多人，宇宙分舵看来是倾巢而出了。 龙泉剑交出来！什么狗屁龙泉剑！你们都该死！老四，押后归你了，只要留活口，怎么样都行，遵命。啊！小娃娃，放马过来吧！你们害我师父，罪该万死！ 杨叔子的命，本君可不在。龙泉剑在哪儿？此地押送枪法我等顽皮，请其应对。 不舍，落风穿云。
这里是剑庐，师傅，你师傅，为师刚才已被为师自然没事，倒是我。对了，师傅，此事另有隐情。奇怪，分明剑庐已经，算了，先洗漱一番再说吧。 师兄师姐究竟如何？还是问问师父。师父，虽然想出山，这功夫是偷学来的，莫非师父也是我武艺？你尽管出手，拿出所学一剑，不必再以为是。师父，小心了！ 刚才我看你教的，师父竟要帮我提升功力，师兄师姐回来一定会大吃一惊。想必龙泉剑还在剑炉当中，今天咱们一定要把龙泉剑找出来。好的，老大，咱兄弟今天就把这个剑炉挖个底儿朝天。嘿嘿，这不是剑炉的小徒弟吗？ 兄弟们，别让他跑了！一起上吧，我赶时间。 师父从未允许其他人进这百草洞，也不知藏了些什么。没想到师父在这山洞里，竟然藏着这等好东西。师父给我准备如此名贵之物，恐怕将来要面对……
太阳叔走到谷底，真进到了谷底去了。外面什么人？ 这个时候内伤复发，受死吧！该来的终究要来了，如今唯一放心不下的。 那些教众尽管供你，如今服下骊山之事，哼，还需先招待几位无素之客。师父，交给我吧。 青山村去了，徒儿速去拦截，不能祸及无辜。快撤！快撤！哪儿跑？如今李星云危在旦夕，你打点一下剑庐的事务，速回藏兵谷。大帅，这…… 消息，严军败了。据说那隐匿多年的不良人出山了。怪不得严军兄弟会失手。我看，还是应该速速禀告明帝。明帝闭关未出，无意惊动。况且黑白无常还在青城山，龙泉剑的归属尚未可知。